好，大家好，我们是 Flowpath。那我们这个专案缘起于，就是我们觉得，就自己跟他人都有身处一些迷惘的时刻。那迷惘的时候有包含就以下3点，我们想要建立的品牌特色，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可能有时候会不知道说哦自己的想象能力在哪个地方，或是我们不知道就是自己可能现在要往哪个地方去。所以以上是我们的这三个平台主要想要做的事情。那它会有哪一些功能呢？包含梳理、觉察跟联动，主要是我们想要透过梳理的方式，然后去建构一个音架，包含就是把客观的事实以及感受分开，然后有意识的觉察生活中的各个事项，借由不同的事件发现共同的概念，然后看见了我们之间的强项与价值观。然后未来我们会希望有找到一个共同点的伙伴，然后进行一个学习自主的社群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平台 demo 的模样。那这个平台的 demo 是我们实体工作坊之后，就是所调整后的功能。好，那我们平台相较于就是其他的历程平台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就是首先就是学习历程平台的话，它比较聚焦是在单一的科目跟记录表现。那在生涯发展平台上面的话，它比较也聚焦是在学科学系啊，或是职涯的部分。那日志的话，比较是流水账的一些记录。那我们相较于这个的话，我们会是跨领域的觉察，然后以及视觉化的个人学习地图。好，那接下来会是我们的测试，所以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6月17号在台北数位实验高中有进行了30分钟的实习工作坊，那受众群的话是高二生。那我们现在目前收到的话，会是就是开放7天呢、啊，有参与人数26人。我们主要测试的目标就包含想要聚焦，就是知道说如果是事件跟感受，我们是需要引导范例在平台上的。那我们想要了解学生他们看到这些引导的范例，他们能不能知道怎么书写，以及他们的书写程度为何？然后再想要知道学生对于概念的想象是什么，然后再透过这些的资料呢，去进一步的讨论如何透过那个日常记录去凝缩学生的强项能力，去聚焦他们想要表达或者他们想要知道的微观时刻是什么。那接下来就会是就是我们以2个学生为范例，然后这个是他们的 data 资料。好，那我们就同样以就是这个 A、B 2个学生，他们都有选了一件事情是写数学作业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们在对于经历的描述上面有什么差别。首先在 A 学生的地方，他就简单描述了一下他写作业的流程是从晚上10点半到12点半，然后他的感受是开心平静的，但就比较少对于为什么是开心平静这样子的感受有多的描述。然后他的概念就提取了中间的一个名词是数学。
而在 B 学生的地方呢，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对于这个事件的详细描述，包含他是因为回顾上学期自己的学习经历，所以在这学期的学习过程中，他做了一些调整，最后让后面也可以有成功学会这些概念的这样子的结果。然后他的感受也有会同样是开心平静的，可是他有更多的描述是他因为正视了自己过去的问题，然后保持思考跟耐心，所以让他最后是有个成功的结果。可以看到概念提取是更深层，然后更是偏向他的特质能力的。所以在这边的观察跟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在心理书写的地方其实很依赖他们自己个人的觉察的能力有个别差异。然后另外在选择概念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依照之前本来是让他们开放自由书写的话，可能就会每个人写出来同样是同一件事情，可是概念非常发散。所以我们最后就做了我们最后的目前优化后的平台的使用步骤。首先在第一步，在经历书写的地方，我们把主题线索在学习的心流时刻，让他们的主题是可以是比较相似比较聚焦的。再来第二点，概念选择的地方呢，我们会就像刚平台 demo 的里面出现的一样，会是一些我们已经提供的强项能力的清单来去让他做选择。所以他在写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就可以去回顾说自己有没有运用到什么样的强项能力，帮助他的那些梳理可以是更详细的。然后最后在找出证据的地方，会有更多的进阶觉察来去练习看见自己的行动。好，那在未来规划的地方，我们一样会透过实体测试跟城市开发来去扩散我们的受众，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练习看到自己的想象能力，然后然后更有勇气去学习。好，谢谢。那我这边就来询问，就目前是在一个高中的课堂阶段来做示范或者说测试，那未来的测试计划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构想？你可以多分享，是在更多的班级吗？还是说还有一些其他学校的网络有在规划中？还有想到一个是这个方案的一个应用，因为其实我看到没有分析，就现在你在收集资料的部分，那下一阶段不论团队有没有想到，就说可以identify学习有障碍的啊，或者是有情绪啊等等相关需要介入的，因为一个班级很多学生，老师有的时候他必须要知道哪些学生现在需要他的辅助。那我在想说，这个方案有没有可能最后可以作为一种教师的一种辅助，而不是只有单方面学生的方案？我想更细节的了解一下使用的情境，譬如说现在是希望可以在辅导老师的课堂上去使用这个东西吗？那学生记录的这些东西是本来其他人就会看到的，还是只有学生自己会看到去觉察？那譬如说如果学生在记录的过程中出现了类似像我想自杀之类的，可能有这种需要特别注意的情绪的时刻，你会怎么处理？那如果说他们记录了这些内容本来别人就可以看到的话，那怎么去保障他们自己的不管是各自也好，或者是说他们这些情绪的一些安全感的部分，这部分可以再多说些说明吗？好，好，那未来的测试计划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有跟文华高中合作，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到文华高中然后去做一个实地工作坊。然后再来就是我本身是就是数位时钟的学习辅导老师，所以也是跟学习辅导非常相关的，所以就是这批高二的学生也会一直都是我的受众。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第二个问题是学习段吗？第二个问题提到说，就是有没有可能延伸到其他各种类型的学生需求上，或是甚至让教师端使用，也跟第三个类型的有点像是，其实这个的使用，我们目前想象它的情境是以个人来使用的。那这个个人其实不包含在学生，就是包含如果你是刚毕业的新鲜人，或是任何时刻你觉得是找不太到人生方向的时候，你有需要记录跟梳理自己的情形，其实都可以来做使用。那我们原本也有考量到说是否会有教师端的后台资料啊之类的需求，可是我们觉得这个平台我们定位在希望是以个人的梳理为主，所以如果他今天有需求想要去跟教师讨论，他其实是可以分享他的界面吗？然后是让老师了解到说他可能有怎么样的梳理，他遇到什么样困难，可以怎样找到未来的方向之类的。
那延伸第三题讨论到的就是，如果使用者上是其他人看到嘛，具体的使用情形其实是那个是以个人的界面为主，那我们希望未来可以使用到的是它也许可以透过关键字，就是概念库的那个部分，可以联动到使用相同概念库的人。假设我在这个事件里也有跟情绪觉察有关的，它也有跟情绪觉察有关的概念，那也许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有一些交流在这个平台上面。那这不会让别人，你可以开放你的资料是不要让别人看到，不会是所有的事件都会是公开的这样。那如果是危机警戒的部分，我们也有发想到说未来希望可以有个平台上的警戒，假设它都填写很多的事件都是跟这种比较负面情绪有关的字句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是媒合到相关的心理諮商的资源，但因为这一块不是我们平台想要接触到，如果它遇到类似情形的话，我们会有一个转介的机制这样子。这次 demo 里面其实比较专注在前面的梳理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整个平台的开发上，或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时程阶段上，好像先以个人的梳理为主，希望能够真正检验到这个模板或是是类似的架构可以帮助人到梳理，所以未来有可能会再做更多的发想跟把它去做放到这个平台上面。那我这边来提问，就如果从学校经营单位的角度来看，这个工具有没有拜访过比较在学习资源决策端，适不适合导入某一个学校的日常运作，或者就这一块不只是第一线的辅导老师或咨询的人员之外，就作为学校办学者对这种工具的想法。就我自己所知，其实现在目前有蛮多的实验学校，其实他们是推崇可能像品格教育或是其他面向上的比较像是非认知能力的，所以他们在目前的研发上有点像是目前我知道像军医跟 TFT 他们在目前的合作上想要做一个非认知能力的平台，其实类似于是记录上学生在非认知能力上的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的定位也有点类似，它主要是以个人的为出发点，记录一下个人生活里面的大小事情，也许都可以统合出自己有没有核心的概念是比较强的，或是比较自己同样在意的。好的，好，那我们谢谢智慧主播 Pat。好。